当消除了，才能够一切能够事事顺心和自在。
将一切念佛功德利益推向读书会，所有居士大德能够家庭幸福美满，事业顺利通达，精彩广进，我家眷属大小身心健康普惠增长，让大家在学佛路上能够业障消除，禅定智慧慈悲增长，让大家能够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能够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。也愿大众念佛功德力回向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经济繁荣，政局稳定，台湾地下能够正功康泰，万寿无疆。也愿具有念佛功德力回向见者、闻者、学习者、参与者，乃至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能够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能够亲近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祈愿慈悲伟大的佛陀接受弟子众等至诚的祈愿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祝大家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